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27面，627面倒数第七行。第二句，至于净饮书又有一说啊，从这条看起啊，圆公大师的注解啊，《无量寿经》的注解，疏曰。但能念道，行得行住，不减上下，同得往生。故言，住于无上下也。若得生彼。神通洞大，无有边际，故云洞大无边际耳。这一段是圆公大师在这一句经文上的解释。什么叫住于无上下？洞大无边际。但能念道，这个地方的念道，直指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大势至菩萨说的啊，换一句话说。真正能念佛，不是口念，是心念。有口无心，功夫不会得力。有人念佛，念了一辈子，功夫不得力。往生的时候，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这什么原因呢？心里头没有佛，这个不行了。心里头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就够了。那心里为什么没有佛呢？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有怀疑啊！这个现实的世间还舍不得离开，对这个地方还非常浓，这个浓厚的情执，就是有留念啊！这个就是。经论里面所讲的性厌二字啊，对极乐世界生不起欢喜心，对娑婆世界没法子生起厌力的这个念头，于是乎念佛功夫不得了，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古来祖师大德说得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在念佛之前，读经之前，听教之前，要放下万缘，一心专注，这就有功德，你就有收获。如果是心不在焉，心想着别的事情，就不会有效果，那就真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圆公大师说的“但能念道”，后头这一句“行得显著”，行得是什么？依教奉行。净宗同学的心得，20多年前，净宗学会成立，在美国，我们提出行得的五科，五种五个科目。第一个是敬业三福，我们有没有遵守？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们有没有遵守？这是基本的戒律。从这个基础上出生，三归众戒为一。没有前面的基础，三归戒律威仪都没有立足处啊！怎么可能升起？这不可能！所以今天儒家的礼没有了，佛家的戒没有了，儒释道三家变成有名无实。实质没有了。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深深体会儒释道的三个根是多么重要。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你细心观察，他没有学过儒释道的三个根，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与这三个根呢相应不相应，你就能看到了。没有学过怎么也会相应？他是心得人心地善良，自然就相应，就吻合。人心里面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七情五欲，那就自然不相应。那就得要修行，把你的思想行为修正了，才会相应。没有修正过来，不会相应。我们的根不是从小扎的，中年以后才补习，因此劣根性很严重。烦恼习气重，外面稍稍有诱惑，
自己就坐不了住了。这种情形不但现在很普遍，古时候都有。啊，莲池大师，明朝末年的人，啊，万历年间的人，那个时候风气已经败坏了，能说不能行。啊，说得很好听，做不到啊。啊，那么今天不但没有行，说的人也没有。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感召来的是劫难啊，它有因缘的。如果每个人的思想言行都与性德相应，哪里会有灾难？啊，我们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灾难，也没有听说华藏世界有灾难。啊，我们曾经听说天上有灾难，这是可以相信的。啊，天上人的德行比我们高。可能我们这种败坏德行的风气也影响了他们。啊，神仙里头有没有私下包庇的、贪污的？听说也有，啊，从前没听说过。现在听说也有啊，所以人间的风气也影响天上啊。啊，天上现在没有法子影响人间，因为人间这个恶的意念太重了。啊，毕竟天人比我们聪明，警觉性高。啊，而且他们有神通，他们知道灾难，知道后果。所以行德、敬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要显著啊，那就是。要做真正做到啊，这叫修敬业啊，敬业行人决定与这五科相应啊，一定要有普贤菩萨的心量啊，普贤的心是真正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离尽诸佛，包括十方刹土、微尘世界，统统离尽啊，这圆满了，称赞如来，众生小小一点善都不放弃，再大的恶。不放在心上，你说这是什么心量？不但心量广大，心量清净，纯净纯善啊！纯净是一丝毫恶念没有，众生极大的恶念不放在心上，
啊，再小的善行呢，都要赞叹的。啊，心得显著啊，这就是身心。身心而后有言教。佛法才能够普度众生啊，不减上下，不减上下，没有分别，一律平等。啊，上指化身菩萨，下到阿鼻地狱，啊，乃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一个平等心对待，一个沉静心对待。啊，平等自然就沉静，自然就慈悲，自然的，没有一丝毫的做作。为什么？沉静、平等、清净。是自信的信德啊，只要见信了，这些信德啊，自信里面的信一定是显著啊，表现在你的行德当中，同德往生啊，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原是圆满了啊，种子是如来所证得的一切种子啊，佛果地上圆满的智慧。故言住于无上下也。啊，这是解释这一句。啊，下面又说：若得生彼，你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神通洞达，无有边际。啊，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遍法界虚空界的信息，你畅通无阻。啊，十方诸佛刹土里的信息，过去未来的信息，你完全能收到啊。这个力量确实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自信里的有，但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它不起作用。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起作用啊？二是阿弥陀佛有这把钥匙，他把我们自信的门打开，他透出来了，我们也透出来了，这么个道理啊！啊，没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引导，我们自信的智慧德相就显不出来。啊，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布施所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的恩德了，真实的恩德啊，这个能力是无有边际称心的啊，故云
洞达无边际。这书里面讲，上中下三辈皆得往生啊，所以无上下，极乐人民皆神通无边，故云无边际啊。这三种讲法，念老告诉我们，都可以参考。啊，所以这个注解是汇集的，啊，集解。我们看下面经文，以过勤精进呢，这个也是应该呀，啊，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啊，为什么？全是心得，不要向外求。啊，向自信去求，一定会出现。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国上面加了一个无量清净，恒皆于无道。卧道自然毕也，自然自毕者，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也。何为这世事扰扰又无常，幕后是一句感叹的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此段一切所说呢，皆是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啊，他们的功德智慧啊，这一段呢是世尊唤醒法会大众，就是唤醒我们。我们今天无论是在电视，是在网络上，啊，你们打开频道，我们一起来共修，就是这个法会的大众啊，这一句话我们人人都有份呐，啊，我们要精勤修习，求生极乐啊。佛在这里勉励我们，劝导我们，我们应该直下承当啊，不要客气。啊，前所开示，常住真心，人人本有，个个现成，本自清净，能生万法。啊，前面这段经文，正是方东梅教授所说的哲学的最高峰啊。啊，我们通过一家子的学习，肯定了，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同时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前面这一大段经文，是无量寿经讲的可知，啊，这是什么呢？常住真心，常住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
真心呐、啊，讲了八个自然。啊，人人本有，个个现成。你要问的在哪里？就在自己。在什么地方？就在当下。一切时，一切处，它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啊！能生万法，我们看到宇宙之间一切法，全是他生的，全是他现的，没有一样不是。那物则顿其本佛，本佛你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什么佛？本来是阿弥陀佛。什么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无量寿、无量光，一切无量，就是自信的功德。啊，你本来就是释迦。什么是释迦？释迦是以仁慈，就大慈大悲对待别人，以清净无为对待自己，这叫释迦。通通是自己啊，没有一样东西是在外面的。造作无逆说。阿鼻地狱现象现前，也不离自性的。自性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迷失了自性，起了一个反作用。迷了自性，反作用里面出现这个东西，不离自性了。去自性清净平等。啊，迷则妄论生死。啊，迷了，妄不是真的，你沦落到生死轮回，不是真的。啊，所以佛跟众生确实就是迷悟不同，除迷悟之外没有一样不同。啊，不同里面你看出同，就是明心见性。啊，不同里面看出同是新鲜的，同是识变的。同是新鲜的，就同是真的，没有一个是假的。同是识变的，就同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从相上讲，前面一个是从性上讲，从性上讲是真心，从相上讲是妄识。啊，真心跟妄识是宇宙的本体，一体的两面。大圣大贤诸佛菩萨是真面，六道生死轮回是反面，但是它一体。
他没有二谛。所以真相明白之后，于是世尊悲悯呐，更垂慈欲，大众皆知是心是佛，当即精进，是心作佛，故曰过以勤精进。啊，这个两句话是大乘教学的核心。佛弟子必须要记住，是心是佛，你本来是佛。那现在要做的呢，要是心作佛。你心念阿弥陀佛就是作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做佛，你怎么会不成佛呢？如果现在我们还胡思乱想，我们就没有做佛了。你怎么不做佛？你想什么？灌顶法师告诉我们，念佛人一百种不同的果报，头一个果报是阿鼻地狱，他底下说的是什么？念佛的人多，阿鼻地狱，他事先不是做佛，他事先在做五欲六尘。五欲是什么？财色名食睡，他的心里头搞这个东西啊，口里面念佛，心里头不离财色名食睡，这样的念佛多地狱啊！多不多呢？绝大多数。啊，堕地狱又怎么样？实在讲，地狱是报啊！是你贪念五欲六尘的果报。在地狱里头报尽啊，什么时候报尽？不贪了，你就离开地狱了。你如果有贪念，有情执，你就还在地狱啊。一旦情执断了，不贪了，他就离开地狱啊，只要有这么一念，就离开地狱，地狱就不见了。啊，你多半的时候，他又能回到人间，不定，有人到恶鬼道，有人到畜生道，有人到人道，也有到天道。啊，这什么原因呢？与语言不同，因为阿赖耶识的种子，设法界全有。啊，哪一个种子先现行，他就到哪里去了。啊，如果他碰到一个超度的法会，听说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他一动这个念头，他往生了。那地狱道可以直接往生。这语言不同啊。啊，所以超度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往生极乐世界，
效果全在做法的人的诚信。我们中国人讲诚意正心，它就有效果。啊，没有诚意，没有正心，他得不到受用啊！啊，听说极乐世界他去了，啊，鬼神给我们这些信息，我们冷静地去观察思维这些信息，合情合理合法，可以接受。啊，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啊，希望我们自己不要在这一生错过了，因为它非容常容易错。啊，这个首先自己要承认，我们自己习气重，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怎样保持？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念念不离如来教诲，你才能保得住。古人讲3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变了啊！今天这个世界1天不读圣贤书，你就面目全非了，你就保不住了，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重要。啊，无量寿经作为扩充本呢，这对知识分子来讲好啊，时时刻刻不离开。心里头真有福，万缘放下。啊，有大慈悲心怜悯苦难众生，抽一部分时间来照顾他们。啊，这个在已经得到的人没问题。我们没有明心见性的人有问题，啊，怕的是什么？随缘随着变就完了。啊，不是我去渡他了，他把我渡了。这种事情很多，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不是假的。出家修行都很不错啊，啊，讲经说法到最后还俗了，啊，跟这个女众信徒结婚了，不但现在有，古时候也有。啊，这个原因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每个人的语言不相同啊。
信得不够深，麻烦就大了。那信要深，只有深入经藏，信心才深。不是深入，很难呐。啊，你细心看看这些人，确实他没有深入经藏。啊，大经大论没有涉猎。啊，一般都是流通最多的这几部经典。啊，而且读诵受持，就像经上讲的，心里都有杂念，不清净。那么这样的心态去学佛，所学到的是佛学知识，佛学常识，真正佛法法味没尝到，他才会被外头境界转。如果真正法味尝到了，就不会了。啊，他在境界里能做得了主。啊，所以是心是佛了，我们现在要是心作佛，这个太重要了。啊，最简单，最直接，最稳当，最快速，莫若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真的是心作佛。啊，这是经宗法门无比的殊胜呐！故云：“过啊，一过清净心。”啊，这个“过”字，不仅当时在会的这人，啊，释迦牟尼佛讲经那个当时参加这个法会的这些大众，啊，你们个人。后头实实在在说，兼指后世一切能闻此法者。我们距离佛3000年了，这个经是佛讲的，这个本子是通过汉文翻译的，翻译的没错。我们今天展开这个经卷，也是参加这一会的人，无论你在卫星电视、网际网络，或者是光碟，或者是经本，啊，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都是在会议。啊，那佛的这些教训都是直接对我们讲的。啊，所以时间之后世一切能闻此法者。啊，能听到这部经，能读到这部经，个个人皆应依此此教。慈悲教诲呀，信受奉行，念佛往生，真心是心作佛之究竟方便。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轮回苦，要常常观察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乐啊！看整个六道，佛讲的三大类的苦，苦苦、坏苦、行苦，叫三界通苦啊。什么叫乐？
三界众生，就是讲三界六道的众生，他所感的那个乐是苦暂停，不是永久停，暂时停。他就迷了，就觉得很乐了。到苦来了，又无可奈何了。所以六道确实是苦多乐少啊，苦长乐短呐。这些事情，你看得越清楚，你就会越远离它。越清楚，你的心才真正定下来，不攀缘了。古时候，善人多，觉悟的人多。我们自己可以全心全力先成就自己。然后再弘法一生。现在这个社会难了。难在什么呢？觉悟的人少。迷惑的人多。真正弘法利生太少了所以往往我们被逼着没法子不能不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如何又能够不妨碍自己这个现在可以做，古人不行。独善其身就不能兼善天下，兼善天下就不能独善其身。现在可以做到。像我们现在用方法，我们学习经教，大家在一起学，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卫星，利用光碟，利用经书。可以不必聚集在一处，个人就在自己现前的岗位，就在自己现前生活环境当中，果然能够放下万缘，同样的成就。真正把握这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在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西方极乐世界，就清净阿弥陀佛。所以下面佛劝导大家，一过清净境呢，努力自求之佛劝大众，个个皆应精进勤修，努力自为，求生净土，彻证本心，圆满佛智也。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愿望，恳切的愿望。为什么？这八个字真得到了，彻证本心，圆满佛智。
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究竟圆满的解决了。我们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苦难的众生得大自在了。为什么他不爱我？一丝毫不妨碍。啊，帮助众生是怎么回事情？世尊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明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你说多自在啊！众生起心动念，菩萨全知道，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极其微细的起心动念时候，他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菩萨晓得了。啊，菩萨现身，说法教他，他明白了，他觉悟了，菩萨就不见了。你看，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叫化身呢、啊，真现象给你看呢、啊，你还真的跟他有问有答了，啊，真提出问题，他真给你开导啊，啊，你明白了，疑惑解除了，他就不见了，啊，你即使想到，他又来了。我们看虚云老和尚的脸谱里头有一段，他朝五台山，虚老住在南方啊，五台山在北方，在山西啊，他怎么去朝拜？三步一拜。你是从广东这个地方，三步一拜拜到陕西五台山，一年恐怕走不到。他一天能走到是走几里路啊？三步一拜啊，有时候走到荒郊野外，四处没有人家啊，他还是三步一拜走啊。啊，遇到风吹雨打，啊，身体生病了。躺在野外，没有人呢。病重的时候，无可奈何的时候，哎，遇到个叫花子要饭的，看到他很可怜，照顾他。啊，他就问这个叫饭的叫什么名字？叫饭的告诉他。他说我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我叫文吉。啊，你哪里人啊？我五台山人。哦，他五台山。啊，文吉告诉他，你到五台山，你问他们，大家都知道我。啊，照顾他一个多星期，并慢慢身体养恢复了，可以再拜了。再去让他去拜啊，拜上几个月的时候又生病，又碰到他，奇怪，生病他就来了，来照顾他
啊，病好了，个人走个人的，他也不要到哪去了。到五台山时，这个人两次救他了，很感恩呐、啊。在五台山，大家都知道，到五台山去打听，人家告诉那是文殊菩萨，他恍然大悟啊。那文殊菩萨一路都照顾他了，你遇到困难真现身，真帮助你，真满你的愿呢、啊。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实真相，虚云老和尚菩萨常常照顾他，我们有没有菩萨照顾？念念心中有佛菩萨，就有佛菩萨照顾。我这个念头想别的东西，菩萨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哎，一想菩萨，菩萨就来了，灵得很呐、啊！啊，这是什么？《还原观》里头三种周遍讲得好，念头才动，周遍法界，畜生无尽呐、啊，就这个道理。啊，变化无尽，畜生无尽，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虚云老和尚病倒在荒郊野外，来一个乞丐，不稀奇。啊，一点不觉得奇怪。如果是来了个富贵人，很奇怪啊！啊，别种身份人感觉到奇怪啊！哎，来了个要饭的，啊，菩萨现身，随众生心。出家人不嫌弃贫贱人呐、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慈悲啊，这是老和尚心中之感，菩萨现乞丐身啊，来照顾他。啊，而且是两次。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进，一定要努力，要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目的何在呢？彻证本心，完成圆满佛智，这就是成佛。我到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是为了成佛，是为了明心见性，为这个去的。啊，勤，居士论语，勤为令心勇悍为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勇猛精进。啊，勇猛的反面是懈怠呀、啊！啊，决定没有懈怠啊，所以这是精进的意思。求求道，你看这求道讲得多清楚，一节求生净土啊，净宗里面讲的求道就是求生净土。啊，经中
智心精进品曰：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刻苦。这个求道就是求生净土，你只要精进不止，你一定会得到。那也就是你决定往生，那时候一到，阿弥陀佛肯定来接引你。这底下是彼得超绝去啊！啊，经中自求这个自字是至为紧要啊！你自己不肯求，别人帮助你求没用处。啊，跟你自己没有感应，你一定要自己求，感应道交才会显现。啊，经云：如自当知，如应自是。啊，这个两句话是自在王佛对法藏比丘说的，啊，这个地方引用，啊，都是讲到此，这个字的意思非常重要。慧疏曰：心求在己，在自己。啊，自心故云自求。下面说，盖净宗啊，虽为他力法门，啊，净土宗依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力，这叫他力法门。啊，但是行人若不自心精进，断除疑惑，深生正信，切愿求生，以绝无往生之理。这个话是真的。啊，专靠阿弥陀佛，自己不肯精进，断疑生信，那你决定不能往生。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讲，六种信，而六个信里面第一个是信自己，就是念老在此地讲这个字至为紧要啊，自己不发现，哪来的感应？啊，感应决定跟阿弥陀佛要相应的。我们有一分感，它有一分应；有十分感，它有十分应；有百分感，它有百分应。一个道理啊，我们有什么感？沉浸，沉浸到基础叫至诚感通。真诚到基础，那感应就在现前，就非常快速啊。啊，虚老朝五台山对文殊菩萨那种沉浸心，用自己来做表法，自己那个沉浸表现出来给大众看，
让佛门弟子看到感动，向他效法。啊，他来带头。啊，这个就是四德里头表演给别人看了，威仪有责了。啊，我做出来给人看。啊，肯定有人感动。啊，那他帮助众生的效果就收到了，把别人内心那种沉静引发出来。啊，这里几句话都很重要。行人是我们自己，如果不能够自心精进，断除疑惑，深深正信，切求啊，切愿求生，这几句话重要。如果这几句话都是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如果这几句话，我们觉得自己有问题，啊，第一个，自心精进有问题；第二个，断除疑惑有问题；第三个，身心正信有问题；第四个，切愿求生有问题。那你就很容易被外面境界所转。啊，明利情这三大关了。名里头包括这地位，利里头最重要是财富啊。啊，情是男女当中的关系，这三大关呢，几个人能突破？啊，突破道业就成就了。这三个关口有一个关口过不去，你就堕落了。啊，古人所谓是一时做成千古恨，后悔莫及。啊，我们业障深重的人怎么办？这些问题，佛菩萨的教诫天天念，天天讲，讲给别人听，实际上是讲给自己听。啊，只有念得多，讲得多，这个自己印象深刻，境界现前，马上就想到经上讲的。啊，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贪嗔痴慢念头才起，马上就想到经教里头天天在讲的，啊，你才能淡化，才能放下。啊，所以这经教要不深刻，就是印象不深刻，不能随时提起来，它不起作用啊。弥勒的时候随业流转，这个麻烦大了。啊，只有印象特别深刻，
啊，境界显现，马上它就起作用，叫照啊，叫观照啊。能把这一桩事情前因后果都看透了，看透了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啊，假的里头有业报，业报很苦。啊，自然他就止住了。啊，那么这些条件，我们天天要求，要求精进，要求断除疑惑。啊，这个疑惑里头有前身不同。啊，前的疑惑容易发现，也容易控制。极深的疑惑自己不知道，啊，极深的疑惑是什么呢？万法皆空，啊，心性识别，法法皆如，这个也难知道啊！恒深的禅定啊，才看到这个境界。啊，有人说，佛法不适合科学，不合科学，啊，真的是不合科学。科学是用数学的原理推断出来，哎，有哪些事情，然后再用科学方法把它证明。你想想看，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通通是不自然。为什么起心动念呢？不自然。分别执着了，更不自然。啊，而佛所讲的完全是自然的，比不自然的高明太多了。自然从哪里证得的？从清净心证得的，从平等心证得的。清净平等到极处，这个心会放光，会照见，所有空间维持全部没有了。这不是科学能做得到。啊，这比科学更真实。啊，科学还会产生错误。前面一个定律过若干年被后人推翻了。啊，当时认为是真理，后人把它推翻了。啊，就是说它还有错误。禅定里面的东西绝对没有错误。它确实是永恒的，啊，你没有办法推翻。用清净心，用平等心，后人用清净平等所看到的，跟前人看到一模一样。哦，那就真的不是假的，要看到不同啊，那一定就有问题啊，看到完全相同就没问题了。啊，这个我们不能够不冷静。
啊，因为科学的发现是局限的，啊，像瞎子摸象一样，摸到象的腿，象像什么？象像一个柱子啊。你要不相信，你到我这摸摸看，你一摸，哎，果然不错，也是个柱子。你摸到同一个地方，如果摸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对呀，你讲的不对呀，那两个人就辩论了，啊，谁也不服谁。啊，禅定不是，禅定是看到全部的状况，所以看到了性、相、离、事、因果，面面都看到了。啊，所以他没有怀疑，没有意义。所以佛在此地训勉我们努力自求之，啊，是心是佛是心德，是心作佛是修德，修德有功啊，信德方显，这是天经地义，大道理啊，信德是本有啊，可是没有信修德，这个信德迷了，虽有它不起作用啊，必须修德有功，你看信德方显，故努力自求，则彼得超绝去，超是超脱，绝是灭尽断气啊，这是将把烦恼疑惑全断了啊，故超绝者指超脱轮回，断除生死也超脱轮回，超脱十法界，啊，断除一切烦恼，慧疏曰一时顿超三界啊，这此地这个一时就是一念，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这个一念里头没有起心动念，就顿超啊，为什么呢？三界不见了，十法界不见了，断界断绝，旷界息也，这个息也就是烦恼习气，故云超绝。一绝则超也啊，绝是断绝，你把起心动念断绝就超了啊，超越十法界了，复凡身至于九品万类也，个个皆得超绝去者，全赖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从国起修，一生成就，故戒得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
这几句话很重要啊，不论你是圣人，你是凡夫，无论你是有智慧还是愚蠢，这把一切众生全包括进了，九品万类。啊，这一切大众，他能得超觉趣者，通通都依赖阿弥陀佛一尘缘海。这一尘缘海是什么？48愿呐、啊！48愿，愿愿都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道。所以它是一尘。如果帮助众生成菩萨，那是大乘。48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成佛，这一尘。啊，大愿、大德，这个大德是大功德、大能。加持一切众生，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微尘世界，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所以用海来比喻它啊，形容弥陀的大愿呐、啊！啊，六字洪名是方法，方法简单明了，容易快速。稳当，这个方法绝妙啊！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比得上这个方法，太简单啊！而且成就无比殊胜啊，因为。你往生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啊，所以此地告诉我们，他是从果起修啊。84000法门都是从因起修，修因正果。啊，阿弥陀佛是果啊！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果放在心上，不是因心真就果觉啊！啊，这是跟84000法门不相同的地方。一生成就啊，故得故戒得生，生凡至于九品万类，通通得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我们常讲西方净土，或者说弥陀净土。
啊，得往生者，依弥陀本愿加为，不更多善恶道，故云我道自彼时。48愿头一愿就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不但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阿修罗道，也没有罗刹。啊，所以极乐世界人天城里面啊，这凡圣同居土啊，只有两道，天道跟人道。为什么？它的基础都是修十善业道的，上品十善生天道啊，中品十善生人道啊。它没有下品十善，下品十善是阿修罗道。啊，这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低的条件。我们知道了中品十善，人一生作恶，临命终时遇到善友来引导他，他真正知错了，忏悔了，这一忏悔业障就伏住了，善念就生起来了。那看他这个善念是中品还是上品，啊，中品的善念，中下品往生，凡圣同居土；上品的善念，都在一念心呢，一念真诚呢。他往生同居土里头的上三品，上品往生。啊，一生作恶，临终不定，他真忏悔，真的善心，那一念生的，就那一念，他就能往生。啊，可不可能？可能。为什么？本性本善嘛，哪有不可能的道理？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对佛陀的教诲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体会。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必须是念念都是上品善。啊，再向上提升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啊，功夫不到家了。上品十善可以，人人都做得到啊！真诚心，起心动念只有别人，没有自己。啊，不要替自己想，多替别人想。啊，多替现前苦难众生想，多替这个苦难的地球去想。啊，如何能帮正法救助？帮正法救助，实际上来说，
就是自己认真修行，正法就救助了。啊，你把好的榜样做出来，啊，别人看到了欢喜、赞叹、恭敬，正法就救助了。啊，做的不如法，让别人批评。让别人厌弃，那正法怎么能救助？所以正法助不助事，问题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能助事，做不到不能助事。啊，那换一句话说，学佛正法助事，学佛学正法就灭掉了。它变成历史了，啊，后人来寻找这个故事，啊，这个里头真实智慧、真实利益，那就完全没有了。啊，三种真实，真实的实际，这是没有问题的，它不生不灭。啊，可是搞佛学真实智慧没有啊，不能依教奉行，真实利益绝对没有啊，这是我们几十年的学习得到的结论。是我们自己亲身的感受啊，这个法门他讲到真实的利益了，实在就是六字弘忍，从国起修，一生成就，这是利益当中最殊胜的啊。那么得往生，生到极乐世界，都得到弥陀本愿加为，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经上说，恶道自闭塞，戒灯不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三种不退都得到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么在一般大小乘里面所说的位不退，小乘初果就得到了，啊，大乘教里面像华严所说的实性位里头，初性位的菩萨就得到了三界九地见思烦恼，这个见惑他断尽了，所以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这个地位没有出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他住的地方就是人间天上啊，他不会堕三恶道啊，而且有期限的，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他就提升到阿罗汉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所以他在六道里头是有期限的啊，没有证得出苦，在六道里头是无期限的，那个苦啊，
啊，尘沙见思都断了，真的菩萨的果位，不会退转到二尘。啊，无明破了，就是起心动念断了，超越十法界。啊，证得的是化身菩萨的果位。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广义的说，圆满。见性了啊！经上所说的，你全都明白了。过去、现在、未来啊，宗教里头赞叹神的有两句话说：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是赞叹神。赞叹之词，但是在佛法里头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人能做到呢？明心见性就做到了。啊，佛教在中国这2000年，宗门明心见性，教下大开元解。我们可以肯定超过3000人以上啊，这些人在一般上讲啊都成佛了，见性成佛啊，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他们入了这个境界，生十八土啊，在中国一般不是生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可是念佛往生的这2000年当中，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不止10万人啊，他们的成就要跟宗门明心见性来比较的时候，比他们还殊胜呢，这叫真正不可思议 啊！为什么？他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地位跟明心见性的人平等，凡圣同居土也平等，所以那些人不服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他们修行多辛苦啊！啊，你怎么这么容易就得到啊？但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这说明阿弥陀佛本愿的威神，那个功德力量不可思议。啊，你说佛法在中国的成就太大了啊！世尊当年在印度成就我们超过了，不输给他啊！这戒灯不退也，直至成佛，这个成佛是究竟圆满妙觉佛果，故曰恒皆于无趣，无趣就是六道。那下面一解释，无趣者，三恶趣即人天啊，三恶趣是恶鬼地狱出生啊，人道天道啊，那阿修罗道啊，阿修罗趣呢？用天道包括它了，
所以无趣就是六道。啊，《楞严经》上跟我们解释阿修罗。啊，阿修罗在前面五道里头，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鬼道里头有阿修罗，畜生道里头有阿修罗，人道有阿修罗，天道有阿修罗。那么通常讲六道呢，专门讲天道的阿修罗。啊，是这个说法的。啊，所以说五道跟说六道意思完全相同。人天本名善趣，啊，善道啊，现在呢也把它称为恶道，这是跟极乐世界相比，我们六道都变成恶道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善道，如净因所言。下三恶道啊，名为恶趣；人天二道啊，名为善趣。今此欲对弥陀净察，娑婆五道其名恶趣啊，地狱恶鬼畜生，是其纯恶所相，名为恶趣。啊，娑婆世界人天的杂恶所相也是恶趣，因为。他虽然修善，善里头有恶，不纯。西方极乐世界的善，它里头不夹杂恶，啊，没有恶念，没有恶行，啊，也就是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在西方极乐世界找不到啊，所以我们跟极乐世界一比啊，就是同居土跟同居土相比，他的同居土是净土，我们同居土是秽土啊，他们是善，我们就是恶啊，这是这个意思。说若依此方修习断除，你看先断见惑，这是我们这边修行的。我们怎么个修法？啊，一定是先断见惑，立三途因。见惑是三途因，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只要有见惑，就有三途。为什么小乘粗苦他不到三恶道？他三途的因没有了，所以三途的果当然也就没有。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后端修惑，啊，这个修惑应该是思惑，它是见思烦恼，啊，这个可能是个错字，很明显的错字，啊，思想的思。思惑断掉之后，人天的因就没有了，所以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
啊，六道没有了，人天心，人天心没有了，觉人天苦，人天苦报就没有了。啊，见除不明痕迹。若得往生弥陀净土，娑婆无道是一时顿时，这叫痕迹。啊，痕迹叫我们叫痕钞啊。啊，渐渐断，它是树钞，不是痕钞。啊，你看我们人往上提升欲界天，欲界天再上上提升色界天，色界天再提升到无色界天，无色天再往上提升就出六道了。啊，这就叫渐渐，一步一步像上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这叫护住。那往生的人呢，从人道就直接就走了，他不经过这些，所以叫痕钞。叫横截就是横抄的意思，啊，下面讲横除横抄的意思，啊，这横截，啊，它就来得快呀，它不通过上面这些，啊，这是什么？这是佛把它接引走了，啊，佛要不来接引，你不认识路啊，你不知道方向。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佛来接引啊。那么往生的人，就念佛往生的人必须要注意到，临终的时候你看到谁来接引，肯定是阿弥陀佛啊，观音是指。如果不是阿弥陀佛，要是佛来接引你，释迦牟尼佛来接引你，那问题严重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为什么呢？那个佛是魔变现的。啊，如果是阿弥陀佛，魔不敢变现。这样，魔变现它也有规矩，不能变本尊。啊，你一心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来了，阿弥陀佛是你的本尊。啊，他就敢不能变你，不可以，护法神不允许。啊，你变别的佛，他不是你本尊，你跟他去了，护法神不拦他，啊，不算他犯过失，嗯，他欺骗你，你上当了，你自己认识不够，啊。你天天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跟药师佛走？这些道理，这些常识，我们都要懂，才不至于上吃亏上当啊！啊，才不至于被魔欺骗了！啊，永远记住，魔不能变本尊。那我们念佛人通通都有护法神啊，他变得和其他的佛样，不是本尊他不干涉的啊，他要变本尊的话他就干，护法神干涉决定不许过啊，阿弥陀佛决定不会你接你到别的地方去啊，决定是西方净土，决定没有过错啊，所以阿弥陀佛一定要认定啊，到时候来现象了，你能认识他是阿弥陀佛，认识你绝对不会把他认错啊，阿弥陀佛加持你，你肯定认识他所以慧疏曰，
彼超绝去，非次第断，故曰恒劫。啊，所以底下给我们解释，故知恒劫就是恒除、恒超的意思。有家乡俗语，修菩提因呢，恒道断，无道流转呢，故卧道自闭塞，自自然也。啊，卧道是自然的闭塞。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佛菩萨把它来关闭的，是它自然闭塞了。啊，为什么？记住，佛常说的，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唯识都是自然的。啊，那是唯心呢，那是自然中之自然。啊，心心识别是自然的。如果这个里面加上第六识的分别，加上第七识的执着，就不自然了。啊，阿赖耶变现的是自然的。啊，自信能生能现，那是纯自然的。啊，所以他讲自然中有自然相啊。那是没有通过阿赖耶。那阿赖耶的本身是自然，就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或者我们讲阿赖耶的四分，啊，阿赖耶的见分，科学家说信息，相分是物质，自证分是它的本体。啊，我们讲业相能量啊，正自正分，他怎么知道这三种现象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啊，物质现象啊，见分是精神现象啊，业相就是能量，现在讲的能量是波动的现象，业相是波动现象，他怎么知道这三种现象？所以有个正自证分，他知道正自证分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啊，就是我们佛法一般讲的佛性。佛什么意思？佛是觉啊，佛性就是觉性呢，就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那我们讲法性，法性就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觉性是阿赖耶的正自证分啊。佛性，这么讲佛性。觉性啊是正自证分，法性是自证分啊。这正自证分跟自证分不相同的地方，但是法性里面包括佛性，佛性当然也包括法性啊，都是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那本自具足
就是具足这个四分。啊，他的次第确实他是弥勒菩萨讲一念当中形成的，一念当中具足的。啊，四分是圆满的形成。啊，正次正分就是自觉，就是经上讲的是心是佛。那么见分、相分、正自正分，啊，这个自正分是心作佛。啊，这个意思才圆满了，啊，才真正把它搞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字自然的意思，这个自然还不是普通讲的自然，佛经上讲的化而入世，啊，与这个意思相接近。好，今天时间到了，好。